另外一場啦，咁就揀咗呢個防衞者星期三第一場對寶地花糕。呢場咧係南美球會杯嘅第一圈，咁啊防衞者係一隊都非常之強嘅球隊嚟嘅。咁但係咧籃球杯咧首回合咧就主場寶地花糕就贏防衞者一粒，咁啊而家作客啦，去翻咁啊。防衞者贏翻半一低水，擺到明咧呢場波就要贏翻轉頭啦，1.8倍。咁啊，大家有睇開片13少卿都知道防衞者係我愛隊嚟嘅。咁我相信咧13少咧都支持我揀呢隊波嘅，因為有一次咧，我記得咧我唔揀防衞者咧，跟住佢 PM 問我喂點解阿傾你唔揀防衞者咁樣，跟住我即係好慘咁樣同佢講話，我都唔知咁樣。咁啊。估物零點都好啦，今次這場呢場咧，即係二穿一嘅讓球過關係有信心嘅。早記啦，穿呢個防衞者1.98乘1.8，咁啊買兩嚿啦，5.12.8都好啊，五嚿水我做好多嘢噶，五嚿水啊！而家香港物價都非常之高企，雖然50元餐飯夠你食10餐飯啦，買兩嚿係咪？好信我阿傾，早記穿防衞者，星期三足球推介。